那属蛇的朋友在去年的运势起伏性相当的大，进入了鼠年呢，就比较平顺了。在事业方面虽然是平平顺顺的，但是你一定要把握每一个发挥的机会，然后让你好好去发挥，这样子事业方面呢才会有很好的进展。财运方面并不是很理想，但是可以多接触一些正能量的人，或者是运势非常强的人，借着他们的合作，让你今年在财运方面比较容易可以获利。那在感情方面呢，今年是一个非常旺的一年，那单身的朋友有脱单的机会，那已婚的朋友呢要小心，因为桃花过旺，处理不好的话呢，就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。健康方面呢，会有免疫系统下降跟容易感染病毒的危险。开运的颜色呢是蓝绿色，那开运的号码呢是2和3。